到新竹去玩必做的五件事是什么？根据高铁圆月的刊物介绍，有其中一件是去看槟榔西施。有不少新竹人他们看了火大，投诉给市府，要求高铁给个交代。因为投诉的民众表示说，日本跟欧美许多国家的旅游刊物对台湾的西施文化，这个沿街有女人任意的暴露身体感到很不可思议，但是在新竹竟然会被列为必做的五件事之一，实在是很夸张。所以对此，高铁公司表示，杂志是委外制作的，事先没有发现这篇短文有问题，而高铁自己也觉得写法不错，所以已经列入了检讨，将会加强委外杂志的文稿审阅。